拿起东西，这什么东西？拿起东西握在手上，也不错。你呢？又拿起东西。帮忙一下吧，组长对不对？帮忙一下，拿起东西，然后。拿起东西抓得很紧 ，OK。但是你们都忽略了一件事。啊，我知道。再来呀，来，你知道。你把一个东西抽起来，然后你把你的手背在那，然后你又把那个东西放在你肩膀。观察，观察得很好，还少一件。你在笑。还少一件。观察得很好，还少一件。啊？这东西打开跟我动作无关，我要你观察我的动作。还少一件。还少一件。哦，你已经开始揣摩我像个什么样的人，不过还是少了那个外观的动作。先不要管我心里想什么，好吧？人的心很难想啊。来。这个话已经接近我想要的答案，你好厉害，越来越接近了。我正确的告诉你一件事，你都忽略了你自己。我拿起东西靠近了你，问你什么？你要把我靠近你那个我们彼此之间的感觉带进去 ，OK？ 好，各位同学刚刚拿了用了几个形容的东西，形容我的动作，包括我拿东西给他，包括我怎么样，最常用的是哪个字？给。还有嘞，送啊，送，刚刚有人用送的，有用送的举手。刚刚有用那种，可是你们在听的时候，你们的统计跟你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哦。塞，你塞什么？塞住，塞住。塞有几个人听？三，一二，好嘞，塞，还有呢？握，握有几个人说过？握，你刚刚说的握，有几个人说过？两位，还有吗？抓，拿了多少个？来，刚刚有说到拿的，不止吧？刚刚有说到拿的，我问了那么多个。后来，我爸爸教我一个办法，所以就开始改变了一些方法。这些方法呢，是用各种不同的字来代替我同样的不同的动作，不断的去观察所做的结果。后来我就把它套用，每天，我小三开始每天就写日记，不是老师交代的作业，是我。就给我一本小日记本，每天写。到了小五才学会怎么写，为什么？因为小五开始我就会开始动动脑筋，怎么去改变。各位同学，你现在是四年级，所以你要准备改变你自己。慢慢的，每一件形容的东西，你都可以试着用哦。来，刚刚你们最常用的是给拿，如果我没做记错的话，还有人用这个。基本上都用大概这样，还有吗？我们来看看，有一个作家写法是这样，好，来，那个麻烦老师帮忙一下，这要怎么拿下？太容易办错。哦，原来还有遥控，助手现在越科技的发达，帮我放一下，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。灯可以帮我关上，感谢你。
二，好，这样就够了，不用管那么多。要。要。我们家的科技这么糟糕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这个人叫做鲁迅，姑且不管，我们下一会儿会找各位去认识这个人。但是我们先来看这个人写的文章，叫做《药》。哎，不要弹掉了。我们来看，哎，有没有人愿意帮我念一下？你手都举一半，我以前曾经教过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没有人愿意帮我举一下？你没有了，我磕磕头而已，还在想要不要帮你念。一面念的时候，一面用着它指着每一个字，好不好？免得漏掉。Thank you， 大声一点哦。OK。二，开始。那人一只大手向他弹着，一只向他什么？弹着。哦，弹着。其他人不要讲话，他自己找答案。一个。一只手却。首先告诉各位一件事，不管会不会念，有边读边，没边念中间，好吧？我们先确立这个，然后不知道的回头再回去翻你的字典找答案就好了。来念下去，念下去。你怎么念？待会我们再来决定他念对了没啊？一只手却怎样？却不知道也把它念了、啊，你想选一个音念了、啊。我刚刚暗示你了，有边读边没边，你反正念中间念完再说，先找，到时候再找答案。已经有人在找答案，有没有人要给他提示？这个人很聪明，赶快找答案。好，先给他一个音啊，不管他。你想给他什么音？快点，一秒、两秒、三秒。醉，好，一只手，他说醉了哈，有边读边嘛哈、哦，反正你也认识那个字嘛，一只手却。醉哦，他念醉哦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哈。来，一只手醉着。一个鲜红的马头，那红的血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流。老什么？老、哦、你念那个字念全好，先全的再说。他们摸出羊前，抖抖的想叫给他，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。那人便焦急起来。让道，啊，你念让哈，什么不难？老天的，老天还都吗？那个字念都哦，道，好，先念过了再说。反正念了再说嘛，我也不会说你对错了，放心，校长也不会念。校长也没你们厉害，你不要以为我们人长大了认的字就比你多。好，刀什么字？啊，刀墩子，好，随便。你念刀墩子没关系。黑的人便抢过的头，一把扯下直道，挤了。挤了。回头，那个字是挤吗？挤的。挤了，好，挤了，好，挤了就挤了吧。塞于老师，一手抓过羊前，捏一捏，转身想去跑。好，谢谢。这是他念的第一遍了。然后我发现下面已经有人开始偷翻你的字典，不知道你找的进度如何？有没有第二位要再念一遍？你先举手，就你先来吧。来哦，注意看哦，他念的字跟刚刚那位同学有没有不一样？好不好？来。握着一个鲜红的馒头，好。老酸，好。嚷着吗？这个字是这。好，嚷到。你是在暗示他吗？
理了，理了馒头啊。捏一捏转身去了，好，谢谢。我不知道念的对不对哦，现在是你们在教我，不是我在教你们了、哦、好，来，当时我们在看这个文章的时候，会发现我爸爸你叫我做了一件事，我现在也拜托各位做一件事。每一组你都有一块白板，对不对？组头，你们的那个，桌长，黑板上拿一支笔，准备写你的东西。待会分组讨论的时候做一件事情而已，只做一件事情。都有吗？桌长负责主持，桌长负责主持，副桌长负责记录，副桌长负责记录，其他同学一起帮忙看。主持人是不讲意见的，懂我意思吗？会议的主持人不代表你是中性的，所以尽可能不讲话。行，我还没有下指令，不用再听。所以麻烦其他的伙伴们开始提供，一面看这里，一面提供意见。这里面有多少个字跟你的手部的动作有关？有，像他们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没有问你。讨论完，把你们找到的答案放在你的写在你的白板上，由副桌长誊写。那为了避免讲话的时候大家都在讲，所以请你在你们小组讨论的时候简单小小的攻着手样，好，这样就好。桌长指到你你就讲话，没有指到你请你都不要讲话，以免每一个人都在叽里呱啦， OK。 然后桌长你可以指定顺序轮流的把字找来，你有五分钟的时间，现在开始。善意的提醒你，如果你发现这些字不会的话，请你打开字典找一找，顺便看看它是什么意见。谢谢。它是什么意思？请你小组再找一下，总共有多少个字？应该可以。还上一个，还上一个啊。应该是关前面的这一排就好了。OK。
同学说吗？怎么会变成只有两个人认同？对不对？是。有没有怎么判定？说长是谁？有没有怎么判定？你都有字典，你要不要查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再决定它是不是我要的答案。阿婷，够了，差不多就好，来。二号，每一组的二号开始拿你手上的那个答案卡。三号，准备要帮忙了哈，来，我点到哪一组哪一组上哈，我点到哪一组哪一组上，来，先从这一组来，二号请上台。Thank you。三号，你来负责说，我们来看看这一组找到的答案有什么。对照一下，字在哪里？摊哦，在这一组找的第一个字摊在那儿，哎，摊着摊着。来，那个你们那一组二号、三号、四号是谁？来，四号同学来，你要不要示范一下什么叫摊？把那个动作做出来看看。这样叫摊。这样飞吧，还有不要被我吓到，这样你认为这样是摊？为什么？摊在桌子上，所以你做的那个动作是这样。好 ，OK， 摊来第二个字，摸，坐一下，这样是抹窗户的抹比较像，再试试看。旁边那么多少人，好像摸，这样比较像台语的秀秀呢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先过来再说。摸啊、哦，接，怎么做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以求救哦，我没有说你不行哈、哦，你有一次求救的机会啊。接要怎么做？这样子就接，这样叫接。好，来下一位，下一个，抢，贪摸接抢，再来。错，这个字念错，确定？错，确定吗？确定吗？其他人也帮他确定吗？认为确定的就把手摆，不用摆那么高，摆在胸口这儿就。如果你认为不确定的，就这样吧。好，这一组展示了五个字，但是最后这个字我最好奇你怎么表达？这样子。来，站起来给大家看看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来，站起来示范一次。来，我们各位同学看一下，他怎么形容这个？这样子，这叫错。你认为这叫错？我没有说对与错了哈，这样叫错。OK， thank you， 金辉，来个字卡的同学先站起来。好了，先放着。太好了，你们老师准备这个道具实在太好了。来，换那一组，先讲好啊、哦！来，刚刚拿道具的是几号？刚刚你是几号？二号。二号道具，请上台，拿上来。好，来，三号请上来。你应该来讲，有一个原则哦。我现在在试的是什么？第一，别人讲过的字你就不用再讲了，你只讲除了他没有的，除了他们讲过以外，你们还找到哪一个字？来，开始。抖，哎，来是另外一位，补充说明，动作说明的抖，来你抖一下。这个不是抖的动作，是全身都抖了。刚刚要的答案是抖而已啊。这样就是抖了。好，来，你到那边。你也要在台前，你们这小组啊，这个是抖啊，你们找到了另外一个不一样抖，拿，抽你，马上用我的东西 ，OK， 拿，还有吗？抢，哎，拿跟抢有什么不一样？抢走啊，没错，没
这叫抢。好，这叫抢。好，来，还有吗？如果没有，他们提出了另外三个字：拿、斗、抢。来，请回谢谢。还有吗？有没有哪一组还有找到没有的？没有，额外找到的，来。那一组那个三号上来讲就好了，我帮你拿。三号，你们还有哪一个字？还有哪一个字？可以看你的字卡跟做比较。扯，来。这个是我的表演。你答应他的要求吗？出来扯他一下，来，他既然要求你们出来，你就出来扯他一下，这个比较像抢。如果是我会扯他一下。好，来，还有吗？你们这小组只找到扯，还有。你为什么不看你的字卡？你非得先在里面？你不先比较一下你的字卡里面跟其他人多了什么吗？你是找不到的，换一个那个有人，你哦，他不求救，他不想求救。快点好不好？你还有一分钟，不然我们要把机会让给别人。没有，确定没有？我要让给另外一组了。不知道，你只找到一个。至少带一个，确定？啊，换那一组没关系。其实你们多了很多字的，可是你真找不到。你要先说出那个字，再决定在哪里呀、啊？多了哪个字？哪个胶？在哪里？你喊他的。胶。教，来，你们哪一位要帮忙把这个动作做一下？这动作要怎么做？那么多你非得拿空气教给他，好，来先做。上去那么多你非得教空气给他，不需要吧？好，来，还有吗？哎，你工作做完了就要让他扔下来，不是他，不是你扔下来，让他干嘛？修。好了，没关系，他认为完了就好了。没有。还有，快点啦！扯。扯，刚刚不是讲了吗？我上面有两栋都没有。哦，好，扯。扯。换个人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老是你换他好了，不然他很无聊。去扯一下，你一定要扯他吗？我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那么多人你非得扯他？对呀，你真的想扯他吗？你应该说出下一个例来，还有没有？扯，来红笔借我一下，哪一支是用红笔？上面那两组的找过的也要填水的。刚刚你说到了扯，说到了胶，还有嘞，捏，这个捏是这样写的，待会再研究一下有没有写过，捏怎么做？你那个捏的，来，做一下。这样那边看不到，这样是捏的。我这样是捏，大一点要捏，如果小一点的。转，好像不是转，还有一个字，待会儿查字典。啊，还有没有？三个就三个就好了，好，不能留给他。还有没有？没了。还有，好来。厉害，来，我帮你拿就好。你对照一下，还有哪个？先跟大家讲答案，再去找。
抓在哪里？抓，麻烦你念一下。抓，打勾。哦，感谢你。抓，还有呢？